欢迎收看我不磕南地频道，今天要去玩手游 FIFA 活下去，这场也配一下团队突袭克拉哈里沙漠。如果没有订阅拿铁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，打开通知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的影片通知哦。今天穿的比较特别啊，故意穿一个铁桶头跟一个很奇怪的 T 恤啊。我相信这样子的话呢，玩家应该比较不会觉得是我本人，因为我平常不会穿这样的服装啊，故意的。我来试一下，这样观众如果遇到观众的话，他们会不会觉得是我 ？OK， 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火包先丢吧。现在这个游戏，这个好像现在还是一样会有补一个补包。有人讲话。我先不要动，先看一下。我现在假装是那个，假的拿铁，看他们会怎样。我很少带这铁桶头啊，因为我觉得这感觉很容易被爆头。开始了，通常第一场一开始应该不会被发现。发现了，上去，我先上去一下，我看一下敌人在哪。假的，穿这样感觉上就超像假的，这游戏太多假的我啦、啊，烦死了，不要再串我的名字了。是的话蹲两下，你觉得我会蹲吗？要不要故意假装蹲两下，以为是假的？是蹲个一下，看他会怎样。敌人，前面。哇，这铁桶头感觉上容易被爆头，头太大。敌人，哇塞，这招什么操作？趴下是哪一招？哇，敌人来了！对，快点，没血，哇塞，等一下，他不救队友，哇，没血了 ，GG， 队友呢？好，看一下队友，好帅哦！报仇 ，yes， 哦，要赢了，3-1，帅啊，厉害！那这在干嘛？在干嘛？挂机，这挂机是不是？好，先检举吧，挂机，一个挂机玩家，完了，竟然输了，刚不是3-1吗？刚怎么会输？太夸张了！哇塞，刚刚不是3-1哦，因为刚刚有个挂机嘛，这边2-1，然后这样两个打出一个，好，可能血量不够，可恶啊，这个在挂机啊，我们现在要少一个队友了，对方如果很强的话，我们又要输了，有时候遇到挂机很烦，我还遇过两个挂机跟三个挂机，甚至有一个人不在干嘛，他们可能在刷什么战队积分之类的、啊，我觉得有些刷战队积分的是可以刷、啊，只是你们可能要怎么讲，我不知道怎么样刷，总之来讲。如果我们不是要刷战队积分的房价，我们会遇到挂机，这样我们游戏体验就没了。有人，过来，先假装看不到我，倒一个，可恶啊，没倒两个，你先打到吗？会打不到，快来帮忙啊！哇，怎么说敌人？可恶，队友嘞？队友跑去哪里了？一个挂机哦，人手不足，尴尬。我们现在什么状况？他怎么不先救队友啊？啊，这个在挂机哦，这个没挂机或许会赢。先什么状况？他怎么不救他、啊？奇怪，刚刚可以救刚刚其实可以救，他刚刚先救应该是来得及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表演吧。挂机倒了，我觉得看到挂机，你就可以直接检举了、啊。挂机都在干嘛？有可能断线之类的吧。哇，这个泥胶我也有，我还没换。这泥胶蛮帅的，看起来很坚固。他想要空前打他，是不是？好，有点可惜。来，我们要来反败为胜一下。发挥真正的实力，有生气了。来，1-4，让我来。这个挂机看起来是不会复活的。不知道敌人跑哪里，他们现在一两场有可能会冲过来。我觉得铁桶头一定要反败一下。你要干嘛跟着我啊？你干嘛跟着我啊？我
我秒要偷哎、欸！哦，我先跑回来，是不是跟着我？敌人在哪？没看到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敌人怎么赢两场这么贵啊？我也会直接冲过来，干嘛跟着我、啊？你这样我的位置会发现啊！哎、欸，有个三号冲过去，是往这边走，等那个枪点出现。哦，敌人怎么那么贵？通常赢两场应该是会蛮嚣张冲过来，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挂机、欸。这对敌人好像比较沉稳一点哦，我甚至没看到人。哎，左边哦，房子里面，现在躲在房子里面。等等哦，队友一直跑来跑去在干嘛？他们在看枪点吗？左边，左边好像有人。我要看右边跟左边有没有人在偷袭，上面好几个哎，打不到，躲起来了。打一发，没有倒。我绕路好了，队友都跑过来这边了，我绕个另外一方向。哇，被发现！等一下，先补一下血。哎、欸，他们被毒到了啦！他们敌人被毒到了啦，他们躲在毒圈旁边被毒到了，跪在那个毒圈边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们队友复活了，那个挂机复活是怎样？好，他倒了。回来啊？在讲话吗？他说他回来是不是？我已经检举完了。你挂机挂了两场，倒 ，OK， 收掉。这先不用救哦，直接拿东西吧，汤普森，因为这救来不及起来了。来来来，铁桶哥反败为胜，给你们看一下。我现在穿着服装，他们应该比较不会跟啊，因为其实我有观察，有些玩家他们平常不会看我影片，所以他们可能知道我这个实况组。然后我只要穿着比较奇怪一点，他们就觉得是假拿铁，就不会被跟踪。只要穿很帅气的话，觉得哎、欸、这是真拿铁，跟着他，那我就要输了，因为一直被跟着真的是很可怕，因为你会一直被偷，无限被偷，然后你的队友会一直萝卜蹲，爆出爆点给大家知道我们在哪里，还有我们站墙边，他也要冲过来。就是要故意在墙旁边晃一晃去，不知道为什么要让敌人发现吗？不懂。你看到人呢、欸？欸，对方真的是打蛮保守的，非常保守的玩家。通常来讲，应该现在应该已经有人在鼓楼上面走来走去了，现在没有、欸、上面也没有，帐篷区也没人啊。欸、队友在打谁？嗯？欸，这敌人怎么这么的沉着稳重啊？超沉着稳重了，我很少遇到这么稳重的对的敌人哎、欸，完全没有开枪哎、欸，是怎样？全部都玩神影暗杀流、欸。有看到人，我刚想，终于看到一个，打，拿铁直收，这跟牛奶直产地直送是一样的道理啊。有人，哇，原来在这里哦。哇哇哇哇！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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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狂打我凝胶哎，在打你！哎呦呦呦，我以为敌人是队友，吓死人了！在这是骨头上面，哎、欸，谁倒了？谁倒了？下面敌人有两个倒了，先收掉。我下面要救他，在下，他现在下面没办法救他。哎、欸，下面敌人在下面吗？这有个敌人，哎、欸，这不是，这尸体还在这里。拜拜！我想说两个，以为都掉下去了，就刚刚可是尸体，不是敌人，敌人还在上面，超奇怪的。丢手枪，好像已经登的。这个团队有一些包包是满的，是那個、我是不喜欢放东西在上面，是习惯性我把不重要的东西丢掉啊。所以我知道他的包包其实是无限大，没关系。可是我就是习惯把东西丢掉，就是看着比较爽，你懂吗？有些玩家就问我说：“欸，为什么拿铁不知道团队突袭的包包是无限大？”我知道，可是你习惯性丢掉了，你手枪不丢掉了，你子弹留在里面看起来就很碍眼，我就把它丢掉了。我先守他们血。他们对方敌人是比较龟类型的，就是喜欢守家的啦，就是比较这个风格也是 OK 啊，只要人获胜都 OK 啊。欸，为什么这个跟着我、啊？
这刚刚挂机哥竟然跟着我，以后不要挂机好不好？你要如果你有事情要做，你就忙完以后再来玩嘛，不然这样有时候你会被检举，真的会被检举，因为其他玩家看到你最后全部死光了，看到你跟他们吃毒，一定会检举你200%。哇，全倒怎么回事？这个啊，这个边的窗户怎么跳不出去？上面这个窗户是没有贯穿的啦，上面贯穿没有贯穿，这个窗户坏掉了。这我跟官方讲了，还没有修好。右边这个墙真有敌人，趴着是不是？趴地流，他的窗户贯穿不了，我要翻过去吗？这要另外这边的窗户才哎，不行，毒圈来了，先跑先跑先跑，剩一个，最后一个。哎呦，这个名叫帅哦！哎呦，被捡到了，有狙击枪哎！哎，算了，来不及捡。3-2，我们现在已经反败了。我多买一些香菇给他们啦，看他们要不要。因为如果这场赢的话，就最后一场了，全丢。来来来，不要说哪里对你们不好啊！这是铁桶哥给你们的。我有全部捡光光了哎、欸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哎呀，铁桶哥对你们很好吧 ？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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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哎、欸，这么快？哇，这怎么救啊？等一下，我看能不能救他。啊，勇气救他，勇气救他。那我先收。又另外倒，倒啦你们！我！这玩家就跟玩家好像在当排位打一样，这明就休闲场，打得超像排位赛的，在练习。打，等一下啊，我现在只能先损他们的血，因为他全部四个都归在家里面，所以他们很好救啊，比较不会人员直接被收掉。这个点就是，哎呦，谁啊？出来啊！出来啊！出来就要倒啊！开关键有时候太慢了，我都是直接哇敌人，直接打头比较快。开关键有时候你那开关键啊，你都打到身上，你不如自己瞄。我现在都自己瞄打人家头，对方瞄倒，他开关键没打死我就先给他死了。想救是不是？休想救！哇，没血没血没血，再来啊你们！最后一个，阿哥，我收三个了，你们不要加油加油，剩两个不要输了。剩两个，哎、欸，你们两个打一个可以吧？对，反败为胜。有没有看到蓝坡铁桶头啊？哎、欸，还好来救我、欸，哎，这么感人，好，感谢，没到你还记得我，谢谢啦。最后萝卜蹲一下，送一个爱心。好的，铁桶哥刚才在开枪啊 ，MVP。哎、欸，有一个也杀九个、欸，哎，有一个完全没杀到人，就是挂机那个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、欸，哎，好像是挂机那个没杀到人的样子。好的，铁桶哥啊，今天这样穿这样子比较不会被跟啊，可是还是会，因为我之前穿很帅，就是被人家跟场就很烦，就是可以就是掩护我，可是不用说你要跑出去墙外面让敌人看到你还萝卜蹲，这样你就被人家打倒，我还要救你，然后敌人全部过来包围，我们就全部死光了。所以建议大家玩团队时遇到我的话呢，还是保持一个就是把我当普通玩家的那个立场就好了，然后我也会罩你们了、啊，可以救我就会救啊，不能救我没办法救的话就没办法。好啦，今天游戏玩到这边啊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哪些影片的话，可以把喜欢持续订阅我，打开通知，加后面的 GGL Feedback 攻略情报，也记得订阅主频道、副频道、玩具频道，连结到影片下方。也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游戏见喽，拜拜。